看见这种东西，真的在后边的阳光，真的是吃都不要想着去吃了。在大蒜正后方的阳光，我拿头吃，哦，下路直接来一个投篮，没关系，面前可以偷掉，还可以第二发没来演员，行的，也算是把这个第五路解决了吧，还可以啊，真的还可以，至少面前两个阳光是吃到手的。那现在中路的话必须要解决，这是必须的，不解决的话，那多余的阳光再多都顶不住的，中路能拿个能扛的嘛，一个高坚果够吗？虽然说只有三个三线，但是你够吗？高坚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连火炬都干不掉，还是要浪费多余的机会，有点难受啊。不行啊，能来个能扛的吗？可以，一个巨人肯定够用了吧，哥们儿，我现在阳光真不够多，你真别这样搞我。可以，一个红眼应该是撑得住的。 OK， 没毛病，面前的火炬打掉了就舒服了，伤害直接锐减，嗯，舒服。那现在上路继续打，往下路位移。唉，阳光够吗？还是那句话，阳光它够吗？这怎么办啊？没阳光了，已经是感觉有点不够了。现在就是美露台大哥好像都不够了。完了，更别说现在再来个五王。OK 了，第二路解决，没关系，五王可以过去，第二路能拿下。还剩下三路，三路好像我说实话，我的阳光刚刚好够，先把一路解决，怎么说嘛 ？OK 了。OK 了，没有机会了，没意念合一。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up. I'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. 想